接下来这个跑马灯的效果呢也是一样，它是绕着边边旋转，但是它呢加上光的效果，当我们照光的时候越强光呢，然后跑的速度越快，那我们的光呢如果弱一点，它跑的速度就会变慢啊，所以这跟刚刚那个只差一点点，就是增加一个光的控制。